奶配干奶，可是小帮手配干奶总添加很多的营养。对啊，我小孩是天天喝配方奶长大的，现在也是长得很好啊。可是我要听别人喝母奶比较好一些。那妈妈，我现在要帮你做产后评估哦。通常要看母乳比较好，那因为母乳含有很多的一些乳清蛋白之类的，然后只让宝宝比较好吸收。那如果像市面上做的配方奶的话，就虽然不要含有很多营养，但是对宝宝身上会有负担，所以男性喂母奶后比较好。因为不太会让女性知道你的好处啊，这样可以减少产后出血啊，跟促进宝宝的复健，然后也可以减少子宫内膜的积累。你只要姿势正确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还可以啊，那请问现在有人上厕所吗？那有没有不舒服啊？还是肚子痛之类的？那妈妈需要一点什么配合吗？先离开一下。可以啊，那妈妈，我现在要帮你微笑一下。妈妈，我先评估一下你的乳房。你的乳头没有，你的乳房没有肿胀，没有红肿，那你的乳房有一点透明的。那我先帮你盖起来。那因为等一下要哺乳的关系，所以我先帮你放血，然后轻轻放轻松，然后脚要放平，然后身体要做一下。
那如果他有打嗝的声音就好了。那我现在教你坐或是人。那你有什么刀啊？然后下你的手放在肩胛，然后把它往前。有时候也是想开场啊，游戏也不错。